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If you find this video enjoyable, please don't forget to leave a like and subscribe to support me. Thank you all. Hi. Hi. 坐这边啊。 不用了，我坐这儿就行。哎呀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很神秘的，总是独来独往的。你怎么不坐前排啊？他们都不喜欢我，我干嘛要自讨没趣啊？为什么不喜欢你啊？谁知道呢？女生有讨厌别人的原因，很简单的。Good morning, girls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终于下课了，哎呀，哎，稍等一下。嗯，一会儿是语文课吗？你不知道吗？被体育老师给占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换衣服吧。你先去吧。好吧。哎，林凡，一会儿体育课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什么忙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来来来，这节课哈，咱们女生练篮球，大家现在原地拉伸一下哈，把身体活动开。老师，那男生干嘛啊？你们到那边玩去，别影响女生锻炼啊！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哎，体育课上成了观赏课。哎，下课去图书馆吗？今天不去，我要去看创造营666的直播，给令打气呢。我觉得。 练不如玩呢，林凡，嗯，我有几个动作自己做不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拉伸一下？好啊，我帮你。该拉伸哪儿呢？要不我帮你揉揉肩吧。 刚才撞到这儿了吧？现在活动一下试试，看看感觉怎么样。好像真的好多了。哎，嚯，这个是给你的谢礼。你会魔术吗？谢谢你。谢谢了。哦，因为学校男生宿舍没盖好，所以让你住这个。对啊，学校就我一个男生给我租了这里。 可是林雅，你为什么不住宿舍呢？我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。林凡，温冉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我是班干部啊，老师让我给你新发的课本。倒是林雅同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。 他是我邻居啊，这有什么不能说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确实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我租的房子就在林凡对面。这么巧的吗？嗯。你好，我是Nico，探险社的社长。 探险社，我们学校有这个社团吗？今天开始就有了，林凡，你这里这么大，就作为我们的社团活动室好不好？而且你们不是也常说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吗？可这玫瑰本来就是我的吧。 林凡，你可是社员啊！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反正也是空着。太好了，那我宣布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我们探险社的成员啦。不行哎，我有社团了。我也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社团很宽松，不会影响你们的。而且社团人多才好玩呢。好吧。
那这样的话我要加入，不过现在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也先回去好好计划一下。哎，微然把钱包忘了。林凡，我的课本送到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钱包好像忘在这儿了。我没看见啊。你该不会是故意藏起来了吧？那你是故意忘在这儿的吗？那你觉得我是故意忘在这儿的吗？那你是吗？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故意忘在这儿呢？那我又为什么会故意藏起来呢？讨厌，你是谜语人吗？不，我是解谜人。给，下次可别再忘了。你真的不希望你下次了吗？希望下次的谜语可以更带劲儿。走啦。温冉同学，你不介意跟学霸当同桌吧？不要有压力哦。林凡，我的课就讲得那么无聊吗？那，你留堂。我给你课后补习。起床啦。你终于醒了，你也睡得太久了吧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刚才一定是梦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，还是跟老师有关系的。什么不健康的东西能跟老师有关啊？不会是 CCM 吧？不是不是。Nico，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当你啊，不是说好了今天开作战会议吗？哦，对对对。走吧。走。这是今天的计划表。今天谈先的主题叫你猜教学楼的美影。简称你妹。早就学生给校长办公室反映过，但一直没得到反馈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抓到你妹。这里呢是你妹的资料和我们的计划安排表。最近有个传言，废弃的阶梯教室里半夜总会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出没。据目击者称，发现你妹的区一共有三个阶梯教室、储物间和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。我分析啊，这个你妹应该是去阶梯教室找东西，然后经过了储物间，最后莫名其妙的消失在走廊里了。所以我们要分成三组完成任务。最后注意，你妹一定会往校外逃。
我胆子小，我可不敢拦你妹，我选阶梯教室吧。我力气小，我最后肯定拦不住你妹，我选储物间。那我就蹲守走廊了。林凤，你要和谁组队？这是泥妹的必经之路，我们要从这儿翻过去，应该需要一把椅子。这些椅子好像都打结了，只有最上面那个能拿下来。温然，我搬椅子，你再找找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好。这椅子还挺……对不起，都怪我力气太小了，没有拉住你。不是让你找东西吗？你怎么跟着我？那你不在我害怕吗？好吧，只是你再不起来的话，我就要起来了。那你倒是起来啊。我起来你就起不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他俩。这是在阶梯教室发现的。难道这就是梅印在招训的东西？我怎么感觉这个发型他有点眼熟呢？好了，各就各位吧，魅影随时都可能会出现。你们都跟紧我，小心。在这儿，啊，人呢？要往前吗？让我看看泥妹到底是谁。啊，就是他。校长，你干什么呀你们？啊！我，所以校长您就是你妹吗？我？你妹？你们干了好事，这件事你们谁也不许说出去。哼！这不要了。林凡，你现在忙吗？倒没什么重要的事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啊？当然。太好了，我不是参加烘焙社了吗？社长让我把活动室打扫干净，我怕我一个人做不完。那走吧。好。一个烘焙教室那有多乱啊。这么乱，就你一个人收拾啊？我感觉社长不太喜欢我，不过我都习惯了，不喜欢就不选呗，大不了我退社。应该是社长嫉妒你长得好看。真的吗？你也觉得我好看吗？嗯，在我见过的人里可以排第二。第二？那第一是谁啊？林雅、妮可。是镜子。林凡，有点不要脸哦。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那我们赶紧开始收拾吧。哎，要
不我们来比赛吧，一人收拾一半，先收拾完的人要帮另一个人收拾，不过可以问对方一个真心话，要诚实的回答。那我想想啊，耍诈啊！怎么让你给赢了？我真的太不服气了。你故意的吧？说好的，赢家帮输家一起收拾哦。那你要先兑现承诺。那好吧，不过你不可以问一些色色的问题。你之前可没限制问题范围啊。那你看着来吧。在我问你问题之前，我需要先看看你的面相。你还会看这个？略知一二。好吧，那你看。好了，怎么样，我的面相好吗？很健康。你根本不会看吧？正经男生谁会看这个？那你干嘛要看我的面相啊？我只是想要一个正经的理由去近距离欣赏你的美而已。林凡同学，你究竟伤过多少女孩的心啊？提问的人应该是我。温染同学，你为多少个男孩动过心呢？答案是零个，不过有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哦。好啦，你赶快帮我收拾啦。为了感谢你，这顿我请，你随便吃啊。换成冰的吧。好的。有点多了吧？怎么？你不信啊？服务员，再来一打，一人一打。就这么干喝会不会有点无聊啊？要不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一人干一瓶，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要求。任何要求都可以啊。怕了？有点儿。哎，你卑鄙！你输了，算你厉害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想要你的酒。这么简单的要求吗？因为我是知道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嘛，而且我也想尝尝你的酒。那我们要继续吗？谁怕谁啊？林凡，你是不是想灌醉我？灌醉你干嘛？
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已经被灌醉了，你想干嘛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有几分醉？哦，我没醉啊，我只是感觉有点晕晕的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有点热，浑身都热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说好的，你帮我，我请客，我买单，买单。哎，我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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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李凡。嗯。你撞我干嘛？你不会是想占我便宜吧？是你在撞我吧？我在撞你，那还不是你占便宜啊？你晃来晃去的，我要是不挡着你，你不就摔倒了吗？那你就不会不让我晃来晃去吗？那我……你干嘛？还是你不会占我便宜？我正人君子，从不占人便宜。怎么走到我宿舍外了？林凡，我不走了，走不动了。要不然去我宿舍坐坐，休息下醒醒酒。我的猫会跳科目三。你什么时候养猫了？你不是醉了吗？那好吧。谁这么讨厌啊？这个时候来电话。完了，看温染这个脸色。估计不是什么好事。不会是要走吧？好吧，我有点事儿，得先走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呀，录完猫再走啊，我家猫还等着呢。我下次再来看，好不好？先走了啊。哎，这是林雅吗？林凡，嗯，这道数学题我不会，你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林凡，视频英语我也不会，你能不能帮我翻一下？这题简单，直接用公式就行，懂了吗？没有，能不能再讲一遍啊？这两个公式一起用，再算数，懂了吗？我还是不懂。温染同学，你多看看题，不是看我。可是，你不也是一道题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道题怎么解啊？我这道题很简单，还是温染同学给点提示吧。是吗？那这个给你，一定要记得好好学习。这
来，你试试。这个我特别擅长。牌放这儿啊。快点捡吧。林凡。啊。你在害羞吗？不是害羞，是害怕。怕？怕什么？怕变禽兽。那，你还是别变了，因为禽兽的手指更不灵活。那你告诉我，我的手指应该怎么练？你们男生不知道怎么练吗？那是不是应该多牵牵手呢？是这样练的吗？我开个玩笑。有心无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摇人。咱们就这么练啊？不然你以为怎么练？我有一种感觉，他在想一些好事。哦，好事儿，对他来说很好的事。那就是对我们来说不好的事儿喽。糊了，自摸，洗碗去。我们就这么干打，有点无聊啊。哦，要不然咱们加一点筹码，打腿麻将吧，我还没打过呢。林凡，你怎么又输了呀？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几把还算吗？算啊，当然算。那应该是卧拖两间，零压拖三间，委然拖三间，对吧？愿赌服输，拖。林凡，转过去啊，不许偷看。哇，林阳，你居然！妮可，你不也是吗？而且你好白啊！我是白人吗？温然，你哎，不准说。别闹，你们会着凉的，我去给你们关窗。拿来吧。我赢
哼，这么快都睡着了。脖子上为什么有个唇印？你们怎么了？看，这是什么？丝巾？不对，准确的来说，这是一条有颜色的啊，不。现在是一条白色的丝巾，我只要让他和美女贴贴三次，他就能消失不见。Really? That's amazing. 你是在夸我们是美女吗？贴贴，你这个理由倒是找得挺好的。来，那你们看好了啊。来。Cool. 哎，好痒啊。就这样还不够。好了，三次已满，看我72变。噔噔噔噔，就这啊？相信我，相信我，马上它就没了。你这个不行啊，变魔术需要耐心，要学会引导观众的视线，让他们的视线转移到你没有戴指套的手上，而不是直接开始魔术。这样吧，我觉得你需要买一个大型的魔术道具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一个漂亮的助理女伴。我有一套女巫装，我觉得我的那个兔女郎装比较好，比较专业。哦，不不，我的旗袍装多好看啊，林凡，选我。挺漂亮的，比心。下一个登场表演的是林凡同学。林凡，祝贺你演出成功。当当，还不是多亏了你。走，去你宿舍。我宿舍？嗯，我要给你一个奖。在给你奖励之前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一定要想清楚再回答哦。你问吧。你喜欢胸还是腿啊？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，我更喜欢的是眼睛。眼睛？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是灵魂的。可是这店里面没有卖的呀，鸡的眼睛真的可以吃吗？不是，你说的是炸鸡啊？不然呢？就是炸鸡，我最喜欢吃炸鸡眼了，我老家特产。其实奖励不只是炸鸡哦，炸鸡用钱就可以买到，但是其他的就要看你表现了。哎，温冉，谁呢？是我。进来吧。怎么，
你是第一次进女生宿舍啊？那倒不是，但是第一次进只有一个女生的女生宿舍。你室友呢？嗯，都跟男朋友出去玩了。周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有女生还待在宿舍？电脑在哪儿啊？那？这不是没什么问题吗？好奇怪，可是刚刚我怎么点都没有反应的。那我试试。嗯，这不没什么问题吗？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几个文件夹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想点进去的冲动啊。我想看看这个，你让我看看吧。你不能点这个。林凡，有人敲门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嗨，李凡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玩游戏啊，不欢迎吗？哦，那行行吧。你在学习啊？那我们会不会打扰到你了？这个，要不然去我那玩吧，别打扰林凡学习了。林凡，你让我们走吗？数学如手足，美女如衣服。林凡，但是哪怕没有手脚的人也是要穿衣服的，大家快去那边坐。谁是你的衣服啊？关键是看是什么衣服。反正我不是裤衩子。对不起啊，他们有三。那你们说咱们玩什么游戏啊？今天这么好的太阳，我们玩鬼故事接龙吧。妮可，鬼故事接龙不应该晚上玩更有氛围吗？晚上玩害怕了怎么办？嗯，没道理，又有点道理。我们刚好四个人，要不我们玩打麻将吧？不要打麻将，我是外国人，你每次都应我。我想到了，要不然我们去唱歌吧，我那里有设备可以拿过来用的。林凡，你说我们玩什么？打麻将吗？这是最适合大学生的运动。太好了，刚好最近生活费有点紧张，我想挣点外汇啊，不是，挣点外快。哦，你可
好可怜啊，要不然我们把大一点的吧。哎，耶！我那个算了，我先去个卫生间啊。坐下。学姐，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吧？林凡只是上个厕所，你也要管？就是，而且这里是林凡的宿舍，又不是学生会。而且就算是学生会，你也没必要限制人的人身自由吧？你们也知道这是林凡的宿舍呀，你们三个女生进男宿舍干什么？校规里有这条吗？我、林雅、林凡，我们是同班的同学，林凡和 Nico 又是同一个社团的。倒是你学姐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对，还有你这位同学，你是谁啊？我怎么在学校里都没见过你？我是潇潇。潇潇，你跟林凡什么关系啊？对啊，林凡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Guys， 来了都来了，大家别吵了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鬼故事接龙，多人才好玩的。游戏规则是，我们每个人讲一句话，最后剧情合在一起，就凑成一个鬼故事。我们先确定谁开始讲故事。好，好，我是一号，我是二号，三号，我是六号，我是四号，我是五号。那我开始喽，大家不要忘了，主题是鬼故事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书生赶路，却借宿在一个破败的山神小庙。三更的时候，突然门被一阵阴风吹开，他前去关门，却看到个吃足的凄美女子。林凡，你收留我好不好？我好冷啊。书生让女子进屋之后，却发现女子身后居然有狐狸尾巴，书生吓得连连后退。这个时候，一位美丽的女术士出现了，挡在了书生与女子之间。她不是妮可，她是狐狸精，我来保护你。是这样的吗？别怕，你靠我近一点。然而书生发现，这个女术士的身后也有一条狐狸尾巴。在她震惊的时候，一位持剑女侠出现了，挡在了她和女术士之间。妖狐，放开林凡！林凡，他们都是狐狸精，你可不要被他们骗了。我是来保护你的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其实这个女侠也是狐狸变的。这时候突然有道光闪过，一位仙气飘飘的小仙女从天而降，挡在了女侠和书生之间。林凡，其实他们都是狐狸精，你是来保护我的对吧？林凡，你干嘛抢我台词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欺负我？哼！我不能再套娃了。书生发现这四个女的在对峙之际都变出了九条狐狸尾巴。林凡，我不是狐狸精。林凡，我美吗？林凡，你不听我的话了吗？林凡，你就是要欺负我。于是他捡起了板砖，抡圆了胳膊。该你喽。书生一板砖拍死了凄美女子。为什么？既然都是狐狸精，那就先来后到。好烂的故事，为什么会有板砖？书生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被那么多恐怖的狐狸精看上，难道他就不值得拥有一块板砖吗？本来很好的一个开头，莫名其妙出来个女术士。女术士怎么了？可是鬼故事经常会有道士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个美貌的女术士呢？
我看这个女侠才奇怪吧，这又不是木武侠片，走错片场了吧？要我说，从一开始就歪了吧？为什么门口站个女的，还光着腿光着脚的？要是个五大三粗的黑熊精，哪有后面这些事儿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好的。不好。林凡，你来说，这故事到底哪出现了问题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都不要争了。我这儿有本现成的，里面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有。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满意。好吧。这个活动居然会选我们学校，报上号去。哎，你看这个创造1666在我们学校，哎。哎呀，学校食堂开饭了，别看了，快走吧。林凡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我有事也跟你说。有什么心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嗯，倒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被选上了交换生计划，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我会想你的。真的吗？你不会骗我吧？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信呢？只要男人张嘴就会骗人，所以啊，要想不会被骗，那就要把他的嘴封紧。不要忘了我。傻姑娘。走开。先收拾了这个流氓再说。他是我哥，我亲哥温嫂。林凡，又是你。哦，原来你是倪，你是倪妹的女儿。对呀、啊，不然你以为当时我们探险，为什么只惩罚了你，而放过了我们三个？哎，你干嘛？哥。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？自己人。哎，林凡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真有本事啊！欧阳的事儿，不清不楚的，我都不跟你计较。你现在勾搭我妹妹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。冉冉。你不准和这个混蛋相处，回头我就告诉爸爸，送你出国去。嗯、走。哎，我不走。哎，走。你看你干嘛？跟我走。这什么地方啊？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演啊，继续演啊。冤枉啊！我是真的不知道。
要不你帮我回忆回忆。我怎么帮你回忆啊？哎，怎么会有一条项链啊？我有一种感觉，你需要用到它。还说你不记得，小赖皮。我想你了。再说句好听的。好听的。小赖皮。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反正我喜欢。真有本事啊，欧阳的事儿不清不楚的我都不跟你计较，你现在勾搭我妹妹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。冉冉，你不准和这个混蛋相处，回头我就告诉爸爸送你出国去。走。哎，我不走。哭的一样，你是整整迟到了1小时02分钟。真的假的？那看来我的化妆技术进步了吗？是吗？那看来得给温同学点奖励呢，要不今晚就别走了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的时候说的什么？我的猫会跳科目三。是啊，那猫呢？喵。怎么，你叫我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想跟你商量些事。好巧啊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为什么？女士优先。那如果我说我想跟你出去旅游一趟，你想带我去哪儿？去海滩吧，风景好也热闹。海滩？你该不会是想看穿泳衣的小姐姐吧？这才是你的庐山真面目。只有你的叫泳装，别人的都是橡胶衣。哎呦，好会说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在旅途中有其他男生想找我吃饭，你会介意吗？交朋友是你的自由，我当然是不会介意的，但是他们要有了不该有的想法，那我是不会客气的。哎，那看来我只能委屈一下自己跟你说喽，毕竟还是跟你一起比较有意思。你说我们要怎么去呢？当然是飞机啊。那我们要去几天呢？5天，不然不尽兴。同意。那我们要住什么酒店呢？随你，只要是大床房就行。2间？不，1间。要不我们摇骰子决定，如果你赢了1间嘛，也不是不行。但如果是我赢了，就得全听我的，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刺激。
我喽。那我开始了。怎么样，我赢了？嗯，你开心就好。怎么，你不服气啊？哼，你看骰子颜色都变了。哟，你没那么笨吗？那这是旅行计划表。嗯，那你来决定吧，到底是一间还是两间？啊，一间怎么样？不冷，还是两间吧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那你决定啊。但是你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坚持选一间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林凡，你对我不是真的喜欢，只有那些坏心思。啊，一间双床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当禽兽的，只是担心你一个人一间遇上危险怎么办。你这么好看，去外边肯定有很多不怀好意的人打你主意的。如果你坚持要两间房，我宁愿你不去，也不想你有任何的不安全。怎么突然这么会说话了？但是我要怎么相信你呢？你说我一个弱女子，就算你真的想对我做什么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那你要怎么才能相信呢？除非……除非啊，我们先试一试。啊？但我这儿只有一张床。笨蛋！哎，哎，你等等我！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先不敢。别怕呀，我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你给我一次证明我自己的机会。那机会只有一次哦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那这是旅行计划表。那你来决定吧，到底是一间还是两间？啊，一间怎么样？不冷，还是两间吧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那你决定啊。但是你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那还是选两间吧。但是一定要两间挨在一起，不然我不放心你。那要是没有挨在一起呢？那我就在你门口打个地铺，当你的门童。哎呦，你人怎么这么好啊。从小我妈妈就在我后背刺上好男人三个字。那么请问好男人先生半夜会不会借着上厕所的名义来敲我门呢？不会的，好男人首先就是甚好。啊，请问阿姨知道他儿子这么不要脸的吗？他要知道他儿媳妇这么好看，会鼓励我更不要脸的。那如果我不小心开了门，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坚定的把门给关上。我会的，还会锁上。聪明。
问题，如果在旅途中有其他男生想找我吃饭，你会介意吗？当然不同意了，我的女朋友就应该跟其他异性应该少来往，不来往才对。见异性必须报备。可是我觉得感情应该是美好的、温暖的，而不是一种束缚吧。温冉，束缚？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？两个人在一起，就必须为彼此牺牲一点自由吗？我觉得我们在价值观上有很大的差异。我认为一段感情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。你如果对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，那又何必在一起？再见了。以前我对你挺有感觉的，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我以前给你什么错觉的话，是我不对。我们还是当朋友吧，再见。哎，温冉，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不是你爸的办公室吗？对啊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非得在这儿说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刺激吗？但我有点怕。别怕嘛。哎，林凡。林雅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说他不敢吧。好吧，我给你转账嘛。所以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，逗我玩吗？不是的，是这次我爸增加了交换生名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，而且还准备了机票呢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坐在林凡边上。你要跟我坐？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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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别说了，这次我还坐中间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吧。别水了，来陪我玩吗？好。玩什么？林凡，来吃早餐了。好，那就先吃早饭。帮我拉伸一下吧。好，我帮你拉伸。舒服吗？林凡，要不要一起洗澡啊？这个好，洗澡。林凡，太冷了，快把外套披上吧。来。好。林凡，在我兜个风不？好啊。林凡，快来吃早餐了。好，那一起吧。这光吃早饭多没意思啊，都各吃各的。我们玩个更好玩的游戏呗。玩什么游戏啊？七个人一起的那种。啊，你好坏啊。林凡，你皮痒了吧？哎呀，讨厌！
我都听你的，主人。但还是要有所节制哦，注意身体啊。放心。你这么废话这么多，我宣布，游戏开始。